相信我，录下去那波气就出现了。逮住，天降，欧了欧了欧了！老大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 ？What are you doing now？ 啊？你浪过头了。请注意哦，这一队哈、哦，鬼王会很好打、哦。妈的，一比二，看一下，天降个暗珠，啊你没个小，哎、欸、丢了没？啊你们在丢，哎呀，我这些 CD 无搞啦，拖看过啊啦，都无听我咧讲，老师在讲都没在听，你开玩笑啊你。老师的功魔龙科啊，个叫不，的功巨蟹 CD 想要等啊，个叫老师带巨蟹。等下打了你们就知道这一队的关键在哪边了，我打了你就知道了。打一次你们就知道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到底关键到底，我所谓的关键是什么？超简单的，这一队真的超简单的。哎呀，夏马修，你讲太早了啦！赶快把它洗掉。夏马修把我梗讲掉了啦，他你那个熊！就说你们每次都破我的梗，阿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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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弟破梗，弟弟破梗，阿尼袂使啦，阿尼我都无梗啊。好，关键打技能封锁那一只啊。对啊，完全没跳啊！技能封锁，这个哎、欸，你老师，别给我断暗珠咧！啊，我死！我靠，在被这龙哥被当破坏，我很挫开呢，当场挫起来呢。龙可买动啊，通通不要动啊！漂亮的全体攻击啊！还在戏而已，中间那只杀死定了、啊。我靠！哇，平民百姓没按住呢哦！哇！哇，没按住呢哦！我好怕怕。我好怕，什么什么什么麻了？这是节目效果啊！第一次来看，第一次来看的观众哦，看明明就不是第一次，硬要凹他是第一次，有没有？看那个天降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弄他一波。我们来挑战900万的防御力好不好？各位，就一波七好了啦，好不好？一波七啊，好不好？就撸过去吧。我们看看900万可不可以灌过去？目标是灌过900万，他是一定死的，他是一定死。但是我们要灌过900万啊！来哦，准备哦，准备啊，准备好呗！啊，撸鬼撸鬼撸鬼哈！给那里搞，给那里弄在生在奇奇怪怪嘛，在生啥？哦。相信我，录下去那波气就出现了。逮住，天降，欧了欧了欧了 K， 哦呜，破了破了破了防破了防破了防，干到。
一波起，看到没有？左下角，讲错了。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。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